妞，我是桑尼。时常需要带笔电外出工作，但是场景的光线不够明亮吗？像是我时常要带笔电外出办公，很多咖啡厅或是饭店，其实灯光没有很足够，眼睛看起来也会很吃力。其实舒适的照明可以带着走，可以用自己的生活带路。大家不妨试试看这款为笔电而生的设计，带着走的 BenQ LetterBar 笔电灯。BenQ LetterBar 笔电灯采用磁吸挂取的设计。磁吸式贴片可以贴在笔电上，单手就可以快速吸附，轻轻一挥就可以开启灯光，明亮均匀，同时降低眩光以及眼睛疲劳不适感，工作效率可以更提高。随着在你的场景不同 ，BenQ LetterBar 内建环境光感器，可以侦测环境，自动智慧调光，并且专利光型可以自由调整亮度以及色温。屋檐遮光设计，那叫昏暗场所可以调整灯笔的高度和角度，来照亮笔电和周围。像是一般折叠情况下，光线集中在键盘上，灯臂延展情况下，照明范围更广更均匀，让你的环境工作更舒适，并且减少眼部的疲劳。内建电源可以使用 2.5 小时，可以连接笔电 Type-C 充电。重量轻巧，还附收纳袋保护，适合常需要外出办公的人。带着走的 BenQ LetterBar 笔电灯，智慧护眼，并且照亮你的环境，更可以提升你的工作效率。那今天影片就介绍到这里，我们下次见哦，安妞。